甲午晚年双春兼闰月是传统的结婚好年份，由婚庆同业商会主办、澳门贸易投资促进会、澳门旅游局等机构协办的亚太婚庆博览会2014，由即日起至3月2日在澳门旅游会展娱乐中心4楼及露天广场举行。25间各地顶尖婚摄的公司将会云集展会，为本澳准婚新人提供一站式的婚庆咨询服务。观众可以同时在展会入面搜罗婚礼用品、酒席、婚礼场地布置以及婚纱摄影。随着经济的发展带动，婚庆市场的需求及质素亦都同步上升，参展商的创意更加是层出不穷。很多客人喜歡的，因為這種是很實用的，這個蜜糖就很容易很容易頭好聽的樣子，這些呢就這個匙羹就好的，他們可以 有我們的 logo 啊，還有有得吃啊，有得用啊，這樣很實用的，這樣都很多人訂的，這個都這樣，這兩個就 很多人訂的這樣子，這樣子。我們 Follow Booth 就是玩一些分離少少的圖片，譬如他可以拿一些道具進去，他自己喜歡三埋塊布怎麼玩都沒問題的，他其實出來的感覺立刻拿相之後就會是分離少少，感覺上不需要說好像來到傳統每個婚禮都是很正經很正經的，其實婚禮都可以做到很開心很 enjoy 這樣咯。除了這些特別的禮品以及玩樂，當然不少特別的婚禮場地佈置啦。我們今次都是主要第一次參展來到這裡，我們今次的參展我們的佈置呢都是做一些比較有創意的，還有我們是有特色一點，因為我們正如我們幫客人做的每一個婚禮都是度身訂造，都是他們想要一個故事、一個特色、一個主題，我們做他們想要的婚禮出來，幫他度身訂造做完出來，所以我們今次的佈置都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色彩，不是單單只是花，只是一些很傳統的婚禮觀念。來自台灣本土的參展商就表示，越來越多澳門人喜歡到台灣拍婚紗照，希望將台灣的婚慶統籌上獨特的一面帶給澳門的准新人，促進兩地的交流。它是一個還算蠻吸引澳門客人到台灣拍的一個國家，因為他們平常工作都很忙，所以他們就藉由度假還有去拍照來過他們的，也簡單的說就是先去度一個小蜜月，然後順便拍婚紗照。為了回饋大眾，今次將會推出半價婚攝套餐，每對參觀婚紗攝影區的准新人情侶都有機會參加抽獎，承接上屆的經驗。今一屆將會繼續同澳門航空合作，招募國內直航城市以及台灣地區的新人以及情侶離澳參加展會以及旅遊，憑著登機證可以在展覽期間享有系列的優惠。